哎，波尔模型，他问你说哪些是正确的？那这个，原子有在特定的能量，具有特定能量的稳定态，它可以在固定稳的地方，绕圈圈是对的。那原子会在两个定态之间会放出或吸出能量差，B 跟猪都没有问题。那 C 哈，它适用所有的原子，不对，波尔模型只是用在单电子的原子。那波尔模型引入了物质波，不对，那个物质波提出来是德布罗伊哈。